还这边一根啊，也是打一组，带边的时候边紧一点啊，往里面推点，然后左边打完了我们打右边，一样的啊，都是以最上面的一根为轴心，然后往下面边，好，两边都编好了啊，各编了两排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中间的这四根我们来打一组平结。先拉紧啊，等我再来拉线，把它编紧了。好，再把这个中间的两根线拉一下，然后把它整理一下。好，这边编好了，来，我们继续来编下面的。下面要，人家要开始穿珠啊。